今日嘅早餐一个番薯啦 ，K 型嘅番茄素夠，同埋一杯牛奶。任何嘅番薯製品，番薯薯片、番薯牛奶、番薯蛋糕，至於任何番薯嘅製品我都超中意食。而家是2:30，咁佢哋陣出門口咧，仲有段時間，陣間就會同朋友去看光野餐。咁每年咧，我都一定會喺天氣非常之好嘅時候，唔太凍唔太熱嘅時候，我就一定會衝去野餐嘅。咁但係都驚天氣太熱同埋太多人咧，所以我哋就揀晏少少嘅時間，5:00先去啦。同埋我都要等我朋友過嚟我呢邊先整嘢食。好，咁而家喺呢個等佢嘅時候咧，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最近玩嘅手遊。我玩的这个手游呢就叫做如梦令，它是一个宫廷手游来的。其实我也很少玩手游的，但是最近这个宫廷手游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着迷了。我玩了几天，然后我最近这几天每天一起身打眼就是开这个 game 出来玩。这个故事的设定就是唐代，我们的角色就是要为父报仇而入宫，继而认识一些王子、太子、一些达官贵人，再去升官。我觉得故事很有趣，而且它这里是可以一入到嚟就係呢個版面啦，你睇下我玩咗幾日，我而家咧係第九級啦。然之後你睇下啲角色，啲衫係勁靚咯。譬如我可以換一個超級華麗嘅啲衫，跟住我可以揀一個，譬如係換套裝啦。哇，超靚！佢做唔同嘅任務嘅時候咧，咁需要 match 翻唔同嘅要求，嗰陣就可以 keep 住咁樣去換啦。佢呢度叫我嚟莊園啦。咁庄园里面有好多任务嘅，咁又系可以提升自己魅力啊、文采啊，或者系政务咁样啦。咁因为之前就做咗啲任务啦，咁所以依家就全部收取，咁我就得到呢扎嘢啦。我要去游学，我有两个弟子，佢哋仲游紧，仲有4个钟、5个钟。今朝起身嘅时候，我又再玩咗玩。咁因为入咗宫，所以咧我要打好个人物关系，咁所以呢度咧有得出门摆放一啲朋友嘅。睇下我种嘅花啦，种咗两盆嘢咁咩？呢两盆花又可以增加一啲我嘅人缘咁样。我玩咗几日，但系而家都超级熟悉啦，已经。跟住睇下我嘅进展先，结义啊，睇下有冇得结义先。未喎，升级天资。我个宠物啊，只宠物噶，喂佢食下嘢先。沖涼美容，然後現在是重點，就是我要入王子的居室。他劇情是超級豐富的。初初見你那陣，你都沒那麼大膽。之前我就跟他密會了，現在就決定去他的夢境。夢境都是一些任務來的。我通關條件就是我要換一套他要求的衣服。風格要求就是要扮差揀藥，我按開始扮差揀藥。這個本身這裡已經有，咁就揿呢一个，佢加100%，加100%，跟住头饰都要扮差拣药，冇嘅话咧，我就要去商铺度买。用扮差拣药，国色天香啊！而家我系穿在你身上，悄悄变不同。来，我有话与你说。国色天香，咁里面可以同仙师尼白去饮酒斗士啦，或者系同西域嘅一啲异能人士一齐鉴宝咯。唔知点解好劲，好玩咯，着咗迷啊，完全。王子一会啊，我想同王子一会啊，要等啊，但系。这个 game 真的超级好玩，如果大家想试下的话，我将这个手游的连结放在下面说明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 download 来玩啦。现在我朋友应该差不多到了，现在3:30就是4:00了，准备现在换衫先。现在我就想整饭团，所以这个要洗洗。第一次用这个饭团制造器。我都没用过。
蘿都好像可以煎下會好吃一點。哇，真的看到它的芝士爆了出來，很正。都咁噶，我平时唔系咁噶，大家知噶嘛，系咪？大家知道。冻咗煲，你系咪谂住上网 search 点样切牛？系、啊，有少少生喎、啊，佢有个，佢、啊、真系劲生啊！呢、這个，呢、嗯、两个都超硬啊，因为啊，两个都唔得。谂下可以点样处理先呢只牛个。可能需要少少嘅麻油啊，芝麻麻油。哇，好靓啊！香港人小时候嘅回忆咯，小学咯，咁啊联欢会，跟住学校系逼我哋每人都要整一个嘢食，跟住我就劲冇诚意咁整咗菠萝肠，而且啲肠系就咁唔知烚定系叮，菠萝系就咁罐头切完就咁样，绝对冇煎过。但系有好多人咧就话啊，我要整意粉，我要整咩烩饭，咁我心谂哇，点解可以整啲咁复杂嘅嘢？我唔明咯。試下味先啊，不如係喎，好似 OK 喎，因為而家係，誒、欸，不如你試下擺呢度睇下，喂 O 啊，好似有，嗯、但係有少少未個邊有少少個邊，其實本身冇諗住係野餐嘅時候用嘅，我純粹見到好靚，跟住諗緊可能第日自己煮飯嘅時候靚靚食飯團喺屋企，蘋果嚟嘅，勁住蘋果。好似特別啲，幾大啊！同埋我覺得係都裝咗幾多嘢。咁然之後呢個就是我哋陣間會坐嘅地下嗰塊氈。嗯，呢、這個防水嘅，係啊，幾好啊！地下一定要地防水。嗯，仲有底個冰袋。哦，好貼心。佢呢個係膠嚟噶嘛？玻璃嚟㗎。哇、哦！你係玻璃啊？因為揾唔到膠啊。哇！好悶啊！哇！勁細咯，佢真係。嚇、啊！認真㗎？係喎，真係冇喎，勁細啦！我覺得陣間可以再做多塊，呢、這個真係失策。我哋而家去做多塊。哇！好彩隔離就係啫。哎呀，有台喎，原本台做。你影兩開始鋪先鋪先啦，不要。影仲矮，不要。誒對，嗯。但呢個好似幾舒服，我真係可以啊。咁就車車啦，不要。唔中咁啲事，身份證係咪全部嘅？係啊。我哋而家幾多點啊？而家七點翻嚟啦。然之後見到有粒蟲，小蟲蟲，你做乜喺度？好驚。隔住佢。OK 啊。哇！好彩我哋有租呢、這個。嗯，真心幾好彩，然之後 feel 到係要落雨啦啲風。啊，呢個真係好彩過呢個。凍噶，仲係凍噶。嗯。啊，嘢食其實咪要鋪喺呢邊影靚啲咧，影啲相先。明明係過嚟食嘢，但係都要懶靚咁樣。但係野餐就係呢個樂趣，懶靚。Oh my god！ 吹什麼這麼的漂亮啦？真係風景都唔使用。嗯。有冇？我都要加先。比較想象 OK。我覺得其實咧係要揀啲就嚟落雨嘅時分嚟咧，係啦係啦，做工好，各位一定要消毒你嘅手，知唔知啊？我哋嘅準備非常之齊全，我哋又有濕紙巾、乾紙巾。嗯，呢、這個腸好味啊！好彩煎咗，佢因為凍咗嘅話會好滑，定係你唔出嚟都得？應該係十一點落啊雨，應該佢唔會咁，應該係準時噶嘛。你哋唔準飛咁低啊！唔准低飛啊！緊要因為有風，所以。喂，我連個 cam 都吹歪咗喎。咁我覺得好過咧，就咁冇準備，然之後就咁過嚟，就咁嚟嘅便利店嘢。我覺得個 feel 好似差啲。同埋真係嗌炸雞咯，變咗係。即係香港都係慣咗野餐都要自己自備嘢食。我香港冇嘢個餐，有冇嘢？小學咯，菠蘿腸仔有啊，菠蘿腸仔。腸仔。哇！哇！俾大家睇幾大，行得好快添，行得勁快，哇！有係行咗。是不是出緊去啊？係，希望是哇！佢識飛嘅，唔緊要。點解會咁恐怖嘅？忽然間，係咪因為落雨關係？我都未快啲食啊！我哋一定要食曬啲嘢先翻去，知唔知啊？嗯。
然後我哋身後打劍都有一排車，一排車就是為了入嚟漢江公園。入嚟漢江公園是不可以揸車的，因為你塞咧都不知道塞幾耐。佢哋係要去嗰個停車場泊車。我以為佢哋喺度泊緊車，因為佢哋冇喐好耐啦已經。嚇！啲人都頂唔順落車先。之後邊啲外國人是因為咩留喺韓國呢？我哋又唔似學生。我最近有睇一個節目叫做《韓國跟蒼面之》。有不同的外國人在度 show 佢哋韓國生活嘅，佢係做軍人，美軍就派咗嚟韓國，跟住佢哋啱啱好就係二月嘅時候嚟嘅，但係佢哋一嚟咧就開始變嚴重啦，佢哋仲係對韓國好唔熟悉嘅，所以佢哋本身阿老婆啦就話想過嚟觀光，佢好期待櫻花，點知櫻花嘅時候就已經全部封曬，冇得睇嘛，跟住佢哋一對仔女嘅，又係 suppose 要翻學去識多啲新朋友，但係佢哋因為翻唔到學啦，咁就成日喺屋企，比較擔心即係仔女，即係因為佢哋小朋友嘛，所以好影響佢哋嘅第日嘅成長。係咪我哋都係亞洲人咁樣嚟到韓國嘅文化差異，其實都有噶嘛，不過只係冇咁大。對於大西方人嚟講，喺韓國生活其實係好大個唔同嘅喎。好可愛啊！吞拿魚買到牛。靠近個光就好啦。其實我哋咧係可以坐喺石博度嘛，石博。咩嚟噶？唔知啊，佢走咗啦，好大只啊！佢系咪撞到你只脚？佢撞落我只脚度啊！我好惊佢撞我啲嘢食到咯，其实好烦啊，又要惊嘢嚟。有啲观众真系嘛，我惊就唔好去野餐。我啱啱讲喺石博嘅话就冇呢、這个feel， 冇呢个草地 feel。但系你唔觉得差好远咩？即系如果你望呢边嘅话，同你望呢边个 feel 系唔一样嘅。呢边感觉系要有小朋友啊，啊呢边系文青 feel。design 嘅重要性，野外活動唔方便嘅嘢，但我係好中意野餐嘅人嚟嘅。你整污糟咗隻手咁點算咧？抹咗佢咯，抹得唔乾淨咁點咧？跟住又熱又點咧？跟住無啦啦可能你想去廁所又點樣咧？跟住勁唔方便。以前會咁樣覺得啦。元朗洞咧，佢側邊咧開咗間咧賣一 set set 咁樣衫褥曬嘅鋪頭，方便拎去野餐咯，買過去。但係連野餐食衫褥曬有少少唔 OK 咯，我覺得都係衫褥曬好悶。忽然間，因為呢度而家環境氣氛實在太好，我哋走咗。我哋講下我哋中意韓國啲乜嘢。首先一定係天氣啦，韓國實在太四季分明。雖然而家最近呢一兩年嘅夏天真係好熱，但係因為好快過。韓國嗰種熱咧係乾熱，係香港係濕熱，頭髮咧係天生攣嗰啲嚟嘅，所以我一喺香港咧夏天啦，係長期咧夾完出去咧都係會變 S 音嘅。我覺得頭髮呢個問題應該大部分人都會，我哋夾完攣會變翻直係一樣。乾熱濕熱對我嚟講有分別，但係辛苦嘅程度係一樣嘅。因為我覺得乾熱咧就等於你可能入尖椒班你去焗桑拿，因為我焗唔到桑拿，我覺得好辛苦。乾蒸你自己，我在韓國都中過幾次暑，辛苦度是一樣。夏天的韓國，夜晚的其時候其實都會涼熱涼過香港咯。到你，我喜歡。我第一次嚟旅行的時候其實我是覺得很特別嘅，譬如喺光化門前面望住佢就是景福宮啦，成扎宮殿。但你後面其實就是首爾的中心咯，嗰個商業的中心，勁多高樓大廈。我是覺得佢呢度個保育歷史嗰啲係愛護自己地方，呢個方面韓國係做得係好。本來你話真呢個真係佢哋自己國家嚟嘅，所以佢哋好有民族性咯。你係咪我啊？我覺得我喺韓國嘅時候咧，我個人會平靜啲。我唔太 exactly 知道原因，但係只要我個人喺韓國嘅話，係會冇咁容易猛整同嬲，我有同感嘅呢、這個，但係咧呢個可能係一個對於我嚟講一個幾不負責任嘅講法或者解釋啦。點解會 relax 啲咧？我哋因為我哋喺度做外國人咯。因為如果譬如我哋喺熟悉嘅香港嘅時候，我哋可能望住香港啲新聞啊，身邊嗰種工作壓力啊、生活壓力啊、自己嘅地方，所以係特別會上心，所有嘢都會好易放大嗰個負面嘅情緒。咁譬如好似我咁樣啦，我韓文唔叻嘅時候，睇少啲韓國嘅新聞，或者韓國嘅新聞佢哋係好負面嘅政治啊、負面嘅事，但係都唔係好直接同我有關。可唔可以咁講咧？其實有少少不負責任嘅，因為係身為外國人，所以可以你嘅事關自己嘅事係少咗嘅喺呢度。但呢個的而且確係我真實嘅感受咯，同埋遠離咗香港，咁香港咁雖然都會有好多好鬧心啊，好自己好敏嘅事嘅，但始終唔係身處喺香港嗰個環境嘅時候，退咗一步。個心情都會冇咁大波動嘅，同一半啊，就由上年開始，我覺得無論身處邊度，嗰個心情係一樣嘅。因為其實上年嘅
六月喺旅行中間，跟住就發生第一次。你喺邊度旅行啊？我覺得係英國，就啱啱 exit 到英國之後，跟住就開始有事。哇！跟住我同我啲 friend 旅行嘅時候，就每日都喺度睇新聞，每日都喺度睇。即係你旅行要開心，你要 enjoy， 冇理由想去旅行唔開心噶嘛。去完英國之後去法國，成個 trip 都係唔開心嘅。你好難唔影響嘅，望到香港嗰啲新聞。之後咁樣就一周年，我都好記得嗰陣。總之我哋逢親靜咗落嚟嘅時候，我哋一定係碌電話，唔係睇其他，一定睇新聞。你話係咪因為唔係親身喺一個地方，嗰、那個壓力會少啲？我覺得係有嘅，但係唔係完全咯。如果要跟香港比的話，咁呢邊是慢啲嘅，我覺得。雖然韓國人很喜歡講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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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唔到我哋哔哩哔哩。係因為我哋嘅哔哩哔哩係真係做出嚟嘅，佢哋就係得個，即係淨係講，實際我感受唔到嗰個要快嗰個壓力。我覺得最重要嘅係咧，我喺韓國嘅街道上，我好少俾人撞，即係多遊客已經多人嘅地方，我好少俾人撞。我喺彌敦道，我想行條直線，我係行唔到，我一定要咁樣，人太密集咯。但如果你要講人密集咧，其實香港有700萬人口，係細過香港嘅咯，嗰個面積細幾多？原來係972,687名。有分埋各區添嘅，第一名係松柏湖蠶室嗰邊，好多 apartment。第二係江西啊，但係嗰度本身係冇，可唔可以用吐痰啊？咁樣呢個時候，可唔可以唔好吐痰？第三係江南，然之後我哋大家熟悉嗰啲區，全部都唔喺入面。67萬啊，松柏湖，但原來得900多萬人咋？去年年底臨時數字是750萬。你啱啱話首爾個地細過香港，但係多過香港200萬人，點解會冇咁逼嘅個感覺？我知啦，因為雖然你住首爾，但係你會離開首爾玩。但香港離開唔到香港，即係揸一兩個鐘去離開。我覺得係因為咁樣原因。近近地你去春川家平咁樣又有。你再遠少少，你又可以 KTX 啊、蘆洲啊、又大邱啊、釜山啊、濟州島，勁多地方玩。住喺首爾嘅話，咁因為我哋比較容易去唔同嘅地方，比較容易可以轉換心情，所以冇咁煩躁，係咪咧？呢個咪結論呢？我覺得啱。係咪？其實我都有問過咧，我啲同事週末咧會唔會都係揸住架車落其他地方玩？因為我就有時覺得咧，會唔會就係我哋係外國人啦，所以我哋特別想發掘唔同嘅地方。啊，原來其實佢哋自己都會㗎啦。講開呢個國內旅行，其實我好多個國內旅行都係同個朋友提議先嘅，跟住我先去啦。但係咧最近同佢哋傾開呢個問題咧，就話佢覺得其實譬如你去一去濟州島，都可能是要1,000-2,000元，咁何不你再俾多少少錢去東南亞咧？東南亞都近近地嘛。佢哋話啦，韓國人開始講，即唔一定要去國內旅行啦，去國外旅行。但而家就冇計，而家就邊度冇去啦，所以只能去國內旅行。諗唔到啊，韓國其實冇咁多好嘢噶，韓國都有好多唔好噶，唔係成日都話韓國好噶，我哋都有講韓國嘅唔好噶。但我又覺得作為外國人啫，同埋好個人嘅好多嘢都係聽下再參考就好啦。唔好鬧我，冇不負責任。我呢邊係冇燈喎，陣間黑嘅我就黑嘅。我哋個拉麵點算？但其實我啲白白地。係。不過呢50,000蚊得來不易，我都準備申請啦，因為我1至5仲要翻工嚟嘅。即係始終喺第二個地方度作為外國人居住，就好有呢啲。可能是不方便或者是比較困難的事，始終是二等公民，都不是公民添啊，二等人類，寄居在別人國家生活的人，我都是幾靚嘅，看不到嘢啦，好黑嚟啦。我本身想踩單車，但係好似好懶咁。今日終於有個醒覺，就是原來發現嚟韓國不一定要吃拉麵，因為咧不嬲呢一個漢江等於拉麵，我個腦就一路都咁諗。但今日而家已經吃飽咗，可以唔食，但我會念念不忘咯。即可能今晚回到屋企之後，仲會覺得啊，點解今日冇食拉麵呢？咁然之後你下次再嚟野餐，你就唔會再自己整嘢食，你可能就係一直要吃拉麵。未必喎，因為其實我成日覺得嚟漢江咧嗌炸雞啊、披薩嗰啲又唔係話特別好食咯。其實唔係咁中意食炸雞。我本人我都有 feel 嘅，即係吹住海風飲啤酒食炸雞，舞台個 feel 會差啲。你睇我哋已經默默地將所有嘢搬曬上台，因為咧唔搬上台咧啲蟲會躝啊。好，突發事件，突發事件，而家咧9:20啫，但係忽然間開始落雨啦，所以我哋而家要執嘢走啦。見到好多人都走緊，好笑。好彩我今日成身都係淋雨嘅啫，好重啊！有少少越嚟越大嘅，系咯。
好，我哋今日嘅野餐就到呢度啦，翻屋企啦，拜拜，拜拜。你知道我等緊你。